这套斗气是你魂殿主子教你的，叛徒之子，何须多言？韩阁主说的是啊，我燕洛天站在你这边。 一起上吧！你废了我的斗气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杀你，也配？ 云岚宗，力派千年，不想今天竟有此劫。小子，你的戏该唱完了。如今斗气大陆，妖气横行，云岚宗不仅未见一人出战，身为五大家族的领袖，也硬说你要闭关修炼。 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？云岚宗已经投靠了魂殿吗？<笑>你想死？敢在各派英雄面前污蔑云岚宗，是魂殿的爪牙。你指派云岚宗十三长老灭我萧家满门，抓走我爹，交给魂殿。 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，皆成了你剑下的亡魂。今日我上云岚宗，第三件事，便是替我萧家报仇，斩云山，讨公道。云山老狗，下来受死！ 祖长肖战，今日我古族就要替天行道，与你不死不休。古族龙母，你管好自己家门。云岚宗之事，与你无关。我自幼萧家长大，如同亲生。倒是你，投靠魂殿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吗？姓儿，不用跟他废话。
你们两个半大的小孩子竟敢血口喷人，你们真的认为可以在这里抖威风吗？萧炎，你联合古族龙母对云岚宗、星陨阁甚至是纳兰家挑起纷争，破坏五族联盟的情谊，你才是叛徒，别有用心的小人还在狡辩。待我把你云岚宗踏平，我倒要看看你的主子血宗出不出来管你。狂妄！蛇王陛下，不是让你们不要来了吗？蛇王有恩于蛇人国，您有难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言出必行，有恩必报，这也是女王陛下的意思。多谢了。都到齐了吗？帮你的人倒不少啊，既然都来了，要都不要走了，变阵，结阵。玄族，你活到头了！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，他不肯把古玉给我，我只有让他去魂殿祭坛，让他好好的想想明白。你就跟你爹一样倔脾气，我看我把你挂在祭坛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怎么去？天火三玄变，天地变。
这样的功夫？无极变！现在让你尝一尝云岚宗十三剑的滋味，就这小子挑起五族纷争，想毁了我们云岚宗，杀！想毁我云岚宗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终于出来了，哪位是折云手？我是。什么狗屁斗皇强者，就是给魂殿做奴才的软骨头。今日整个云岚山就是你们十四个人的棺材。天下的云岚宗毁了这个地方，就算死了也可以瞑目了。范大人，救我，救我！再起剑阵，我助你们一臂之力。真的要形神歼灭了。
都怪我，把你拖到麻烦里来了。哼，你不是说只来赴三年之约，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？我萧家已灭，云山和韩风联手投敌，五族已经折了三支了。纳兰家和古族也危在旦夕，我这三年之约只不过是丝绸罢了。可如果这些害群之马不除，斗气大陆永无宁日。我萧炎从来都不是这种卑躬屈膝的人啊！说得好，小子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已经准备好要为那个人付出一切。如果今天你能活下来，你一定是那个人。让我们再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千雷动。